机是一位具有远程消耗能力和极强单体伤害爆发能力的射手英雄，同时自保能力也相对其他射手较强。被动技能树神护佑，虞姬有几率射出两箭，可以对敌人造成额外物理伤害和减速效果，该效果存在上限。一技能楚歌起，虞姬蓄力后对一条直线上的敌人造成物理伤害，每命中一个敌人将会衰减最大百分比的伤害，衰减后的伤害存在下限，建议主加。二技能大风来，虞姬增加自身移动速度，期间将闪避所有物理攻击，虞姬在技能开启瞬间免疫控制效果，随后解除自身减速效果，并使得下一次普攻必定触发树神护佑。三技能阵前舞，虞姬冲向目标并使目标眩晕和减速，然后后跳同时射出两枚弩矢，分别对目标造成物理伤害，后跳结束虞姬获得攻速加成，且在跳跃过程中免疫控制效果。虞姬连招技巧为普攻一三二，利用被动强化普攻对敌人造成减速效果，使用一技能消耗敌人，再接三技能打出伤害，最后开二技能完成追击。虞姬利用被动和一技能可以不断的远距离消耗敌方英雄，同时可以利用一技能判断草丛是否有敌人，二技能使他在面对敌方刺客时能够轻松自保，团战时不断利用一技能和普攻消耗敌人，来帮助友军获得胜利。